水里面会加那个止咳化痰粉。这个是抽筋的药，预防癫痫的药，晚上要两颗。还有，帮他刷牙，对，还有 用水、毛巾。曾毅要吃饭了，来，曾毅来吃饭饭。哎呀，来。哎呀，曾毅，哇，你还翘脚哦？啊，翘脚脚哦？啊，想睡觉了哦？是不是？啊，曾毅，来吃饭啦！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妈妈坐好哈。哎呦，好。哎，来，啊啊，肉燥哦，爸爸煮的肉燥饭哦，还有青椒，好吃吗？哎，好吃哦！啊，他出生刚出生，其实他就是在身体上，就是他没有什么哭声。然后后来就到加护病房，因为他是早产，早产一个月，但是他生下来有体重有3000公克，对，然后进加护病房，然后后来过了5天，医生发现到他心脏好像有问题。然后就爸爸跟着救护车到那个高雄荣总，就在那边加护病房，然后一直观察到快满月的时候才抱。但是在抱回来差不多有2个月内，就是他就一次的感冒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一直在跑医院。对，后来就是。检查就是有后脱软化症，还有心脏问题，就是肺动脉狭小。对，他小时候其实也受了很多的苦。对，那我们就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是医院啊，几乎是一年里面几乎都是以医院为家了。开心哦，好吃哦，有没有好吃？有没有？有没有？笑就是摇哈，对不对？哈，哎，开心啊，开心啊，不能叫疼，不可以叫疼。然后到1岁的时候，医生就说，他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这样。然后他当时我真的怎么讲，就是心里当然就是好像晴天霹雳这样子，哎，那但是也是必须要持续的往前面走，对啊，也很难过啊。我也曾经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这么世界这么多人啊，为什么是我？我也曾经这样想过。那时候一直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去照顾他，有一段时间我变成是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嘛，对，然后就是照顾到就是精神上就是自己都，疲累，甚至忧郁症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负面的想法，但是就想说。但是还有，我还有先生，还有2个女儿要照顾。对，那时候是，就再怎么辛苦，对，我就是还是只能往前走。对。家健是早产儿，然后出生的时候因为体重不足，所以住在保温箱里面。
他住了两个多月之后回家，他回来我帮他洗澡，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不一样，因为家眷有两个姐姐，然后我就想他所有的状况都跟两个姐姐不一样，而且他是整个身体是缩在一起的，手脚也都是缩紧缩的，我不要帮他换尿布甚至洗澡都必须要有人帮忙把他手脚拉开，然后我就把他带去看医生，因为他之前是在荣总住院看荣总，我带回去给荣总的儿科医师看，医生一直说家眷没有跟别人不一样，说他是正常的孩子，可是这样持续看了好几次，我一直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找别的医生，所以因为家眷是在高雄市联合医院出生的，他是后来因为病情严重才转去荣总，所以我就把他带回去联合医院找儿科医生，儿科医师就跟我说家眷要去做脑部的检查，然后检查完出来他就医生就告诉我家眷是脑性麻痹，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一直以为他只是早产而已，没有去想到他会有后续这些情形，而且他在住院这两个多月当中从来也没有一个医护人员告诉我他是这种状况，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去接受，我是经大概我自己调试了大概一两个月我才慢慢去接受他这个事实，因为我只告诉我自己如果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的话我怎么去教育他，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告诉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上天肯定我的能力，他知道我有办法照顾这样的孩子，所以赐给我这样一个宝贝，所以我要慢慢去接受他，然后去我觉得就是碰到事情就是要接受他面对他然后去解决他，所以就带着他到处去做复健，出生的时候因为他的那个心脏有一些状况啊，那后来就是要转诊就是要送大医院急救啊，他就可能在就是可能是坐计程车，然后护士啊就可能没有检查氧气筒，那氧气筒就没有氧气啊，那所以到大医院的时候他就是几乎已经就全黑掉了啊，医生本来是说不要急救，他说救起来问题也很多，然后可能也不太能救得起来，因为他的状况很大，所以那时候他就是直接他的那个是直接切开插管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加护病房住了45天，就是小儿加护病房住了45天，然后在大概到第18天的时候，他突然他那个症状好转了，然后他的肺也打开，然后心脏的部分他也自然的。做了处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自己后来就好起来了，所以因为这样他就过关了，可是过关后面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他很严重的缺氧这样子。熊想啊想啊快点快点熊走掉了，嗯好啊，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些好啊，你有没有爱妈妈？你有没有爱妈妈？有爱妈妈。有爱妈妈啊，你要不要亲我一下，亲一下妈妈，你每天都会亲我一下，对不对？赶快，赶快亲我，赶快！好棒！再亲一下，再亲一下妈妈。因为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了，其实他出生那天我就知道出状况了，所以就是要必须要一直有心理准备说，说接下来面对的可能就是他的离开，或者是他的留下来。那我想说，留下来总是希望，就是试试看啊。只要他愿意留下来我们就愿意养啊，
就这样子。来看你了，有人来看你，你很开心，对不对？哇，你今天穿得像一个小公主一样，粉红色的，好美哦，对不对？啊，爸爸妈妈今天给你穿得像一个小公主，啊，好开心哈、哦！哎，喝奶奶时间快到了，爸爸帮你调牛奶给你喝，好不好？啊，好的话眼睛眨一眨。爸爸，你刚拿下来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抽筋的药。哦，他也会抽筋，他有癫痫。哦，他也有癫痫哦。癫痫的药，那从他吃十八年多了，没有停过，一天都没有停过。他多大的时候开始癫痫的？他一出生没有多久，他检查啊，这个有癫痫的那个的状况，就开始吃药，吃18年多了，没有停过。因为他手会用，会出力，所以我这个要给他隔开，隔开，给他挡一下，不然他手会过来，会把你一下灌了、啊，他会把那个拔起来嘞，让你喷着整个嘞。你等一下，如果被，但如果你不小心被他用起来了、啊，你等一下就要整个又要收拾了，整个要都要出清了，就变成这样。他拔起来，他会很开心的。他七八月的时候，在肚子里七八个月的时候，是因为他没什么长大。因为那时候人家说小 baby 的话，那时候是长得最快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没什么长大，所以变成说，医生说，叫我们说做进一步的检查。啊，所以我们就在肠根里面所有可以做的。全部做，检查不出一个问题。但是那时候他妈妈，婉玲的妈妈，他们跟医生说，如果有问题，我们孩子要拿掉，不然的话会造成社会的负担。啊，那个医生说，目前的结果，他找不出一个问题。一个原因要拿掉孩子的原因呐、啊，所以我们就说不了了之，因为以目前那时候的医学的那个程度的科技，找不出他的有哪一点不正常的，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他手脚都会动，他脸也没有变形。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一出生就变成所有的检查都做了，医生都说 OK OK。对，啊，为什么一出生就有一个大石头整个砸下来？当时我是因为有前置胎盘的现象，那一直在按胎，可是就是运气不好啊，就大出血，在他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生出来，在台北马街出生的。当时医生也是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保不住，因为出来的时候插的都是管子这样子。当时体重多重？1750。他是几个月早产的？他不到七个月。对。那后来你是在他多大的时候发现说他的发展跟姐姐有所不同？大概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因为他各方面的反射啊什么的，小孩子应该有的反射都没有出现，而且有角弓反张的现象。那跟一般常态的小孩子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跟同学商量看看说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有一点问题。那当时马街医院是说他是水脑，可是我看他的各种反应啊，一些状况是不太像的。好，那我就跟同学商量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说送到台北荣总去做。那医生检查的结果就说是所谓的脑性麻痹，对，当然是不能接受啦。但是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就说这个小孩子要不要及早给他送到一些教养中心这样子。可是我坚持不愿意这样子，毕竟还是自己生的。他说那以后老了会很辛苦哦，但就是自己生的嘛，自己承受。他是就是低血糖造成的，就是胰岛素分泌过多造成的，所以伤到脑部。5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去就是他发烧，就送到荣总，就是抽血检查，就发现他血糖过低。那时候就有建议叫我们说送去手术，可是我们认为他还小，看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或者是让血糖呢有机会，升高一些哈，不要走到手术这个过程。那在持续中，因为那时候他这个病是罕见疾病，所以而且也没有那时候没有没有办法用服药来把血糖升高。所以最后只有在9个月的时候，就是在台大手术。因为是多年以后才有一个孩子，所以再怎么都好，非常珍惜啊，因为上天给你这个礼物。在没有发病之前，他还到那个高一去健检的时候还是健康宝宝，可是就是血糖一出问题，就完全他跟我的人生都完全都改变了。这里好好好棒啊、哦、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信仰，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以前是不是又生孩子的时候在路上看的人家都有孩子，我都好羡慕哦，有的有3个，我说为什么上天不给我一个啊，这个给我了一个，然后我的孩子又非常的特殊的疾病。刚出生的时候医生就有说他是植物人，可是我们给他揪起来的时候我想就是以前对脑麻的定义我还不太很清楚，是一路走来才慢慢说了解说脑麻，因为他伤的程度很严重，他是极重度的，可是至少他比植物人还要好，至少他现在目前是比植物人还要好，不是像植物人完全都没有
不知道嘛，对不对？完全都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可是他现在有情绪啊，有他会选择说他要看哪一台电视啊，他要想要去哪里。哎呀，对呀、啊，他蛮有他自己的主见，所以我觉得他至少他脑麻，可是他比植物人还要好。老二是29岁才生嘛，啊，而且因为我怀老大生完，都一直不会怀孕，我还为了他去通那个输卵管，后来才受孕，过了五年才受孕，所以会觉得说，本来想生一个，然后再生第二个来陪哥哥这样子，可是不知道就是。可以生到脑麻这样子。大家要洗澡啊！又是因为重度早产，所以才发生脑性麻痹。啊、他重度早产，应该是说他家佑跟家佐是双胞胎，啊，所以他两个在妈妈肚子里面，因为在推挤的时候有一个缺氧，但是为了要救那个家佑，因为什么知道他已经不行了？因为他去安胎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去那个长庚医院，他在安胎的当中听到那个胎心太低了，他说一定要把它开刀，那个拿出来，哎，当时的评估是说拿出来可能是为了救那个救弟弟家走了，可能一个没办法。他有跟我说家佑可能没有了。哎、啊，结果。剖腹产出来的时候，两个都活着，还非常健康。哎，当时他是认为是 OK 啦，因为也看不出来是脑性麻痹。哎，到时候我们家佐跟家佑的两个动作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认为说是不是有问题，又去回诊。啊，所以他那个医生才说他可能是脑性麻痹。就觉得很紧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知道说一定有问题，然后就是一直带去看医生，然后附近的时候都会问医生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他们也是跟我说可能早产的关系会那个动作的会比较慢，
小时候的感觉就是讲，我们认为那个就听医生的话，就去做复健，可能我们有个期望，就是说做可能做个几年，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的情况会改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可是做了，应该做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甚至我们去除了西医之外，我们也去找中医去针灸，甚至去问那个神，去大甘山跪了整个晚上，我找了好，还有气功，我做了好多的民俗疗法都没有效，那时候感觉说，既然这个孩子要跟着我们，我们就尽量把他养好，所以虽然复健可能也有帮助了，可是到最后你可能做到最后，你会感觉说，就顺着他嘛，就按着他成长的那个没有进步，我们就我那时候为什么后续没有去做复健，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带这个小孩子心里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你期望他会好，可是他又不会好哦。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自若到了协会之后，跟大家有认识啊，所以看了更多更不好的小孩子，我们才有点释怀这样子。较早哦，足困难，拢去咧去共岁数，啊岁数的中间哦，啊伫人个金州园个边啊，啊阮太太哦有阮敬敬，啊从啊当初生七个月就生啊，但是这伊个迄个时间哦，较无啊多医药，也无麻痹个药材，啥物拢无。啊，是拢生出来，腹肚拢是，那就腹肚肥饱饱啊，啊，嘛无讲保温的物件。阮太太较早用迄、那个，人伫大地阿鲁米，迄轻轻啊，一桶啊，热烧水，啊，用大伊个皮，啊，甲温，啊，生两个查某个，啊，即摆查某个欢喜是，啊。安尼甲伊超白，啊，较早讲是对啦，吼，啊，安尼阵是时机发展讲做麻痹，吼，麻痹会吼，小儿麻痹，所以我知影这个情形，啊，过来我是拢分参阮太太啦，安尼互相照顾，安尼我去做工课，去工种金蕉啥物货。安尼，吼，足欢喜，阮两个。那我若趁做工，啊，迄阵做工是工是，十不唔来五块啊，几块尔。啊，若趁五块，啊，人也在分，啊，就去人个声明。蒙古啦，啥货啊，就安尼带去啊，作为来甲担
那个医疗嘛是无法度。即摆咧邀伊个过程，就是虽然讲一天工钱五块十块安尼不等，啊，咱也报底下有新面较老个，底下有啥物先生啊较老个，就四界抱个。哎，对对对，嗯嗯。正义四岁之后，他的体质跟情绪有慢慢稳定之后，原本心思都是放在正义的身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又必须要放在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姐姐，那爸爸那时候都必须要早出晚归，因为他工作卖鱼，所以他晚上要三点多起床，然后去东港补货，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来，对，就一个人就是扛起这个照顾姐姐啊，还有那个正义这个部分啊。那时候我所要面对的当然就是，虽然说跟我讲说，哎，你们两个夫妻哈，可能就是上辈子哈，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哈，才会生到这样的孩子啊。还有就是要面对人家一样的眼光来看，因为正义他会打头嘛，啊，他坐轮椅这样子，然后甚至就说，哎，不要让人家知道有这样的孩子。但是我还是把正义就是带出去。虽然我必须要面对那些的话语，但是我还是勇敢的就是把正义带出去，对。然后虽然是很煎熬啦，真的很煎熬。那我有问医生说，那他这个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医生就是说先天的。然后包括他会打头，也有安排就是到另外一个医生去门诊，那医生就说他有自闭的倾向，对，那我也必须也是需要去也接受，然后就是想办法要怎么去让他，因为他已经打到已经太阳穴这个地方已经红转黑了。那当然辅具中心他们是都有这些辅具可以让他们带，可以申请，但是对正义的部分因为不适合，所以他的辅具大部分就几乎是量身定做，对啊。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裁缝机，那我只好就是去买材料，然后自己帮他缝制。哎，你可以交头，好。来喝光光哦，哈，来喝光光哦，还有一些些，还有一些些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路走来，面对很多的问题，眼泪也对呀，啊，不知流了多少了。对呀，啊，很多人有跟我讲说，哎，正义很幸福。哎，对啊，我的想法是说，他就是一个生命，对，一个生命，对。啊，虽然他有智障，还有听障。但是他的那个听障，他是属于中度，并不是完全听不到。对，那我就是代替他的手啦，代替他的脚，哦，推他出去，哦，接触人群啊，哦，他的耳朵，虽然不是完就是健全，但是至少推他出去，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刺激，对。那
我自己独自这样子带正义还有带姐姐这样，有14年。对，后来我真的一个人，因为他会大啊，我会老，那我的体力上也都会慢慢的衰退的，然后我只能跟我的神上帝祷告，跟他说我真的一个人没办法照顾这个孩子，对，因为我的腰也没办法，因为他现在是快50公斤了，他又比较力气很大这样，那我的脚因为也膝盖都在退化，对，然后我希望真的是爸爸可以回来一起照顾了，对，然后就祷告，应该6年前吧，哈，6年前，啊，7年，啊，真的就爸爸回来了，对，那现在，后面爸爸回来之后，真的都是爸爸在扛啊，扛正义啊。啊，我只是就变成一个协助了。1岁多那时候照顾他，就是精神要非常紧绷，因为听到声音不一样，我们就要马上去注意小孩子有没有发黑，有没有呼吸。到他1岁多比较稳定了，我才把照顾的工作交给妈妈，我去工作。我选择就是，选择钱比较多，累一点没关系，因为整个1年多来，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而且跟我岳母举债了100多万。所以不得已，我就是真的放弃家庭，赶快去赚钱。然后正好像在几岁，好像6岁还是7岁那时候发生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在楼下，本来是全家。就是跟弟弟都住在一起，然后弟弟要搬走，就是因为不够住，他们要另外找房子，他们搬走。那一天我们在楼下在忙，正义自己在房间，原本想说他不会爬，不会怎样，结果他爬到化妆台，然后把台灯跟电话线绕在脖子，然后掉在半空中。他的床啊，那床头柜啊，那时候他是还不会爬，对啊，不晓得怎么突然间他就是爬上去，然后就是玩那个，结果不知道就是绕到脖子。那还好是二姐姐就是下来，因为那是晚上，姐姐下来。就是进房间要上厕所，然后看到一直叫，我冲上去，已经看到正义已经全身发黑，没有呼吸，我赶快帮他急救，还好就是把他救回来。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还很讶异说，为什么你有办法把他救回来？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有尸斑出现了，就是他已经缺氧，造成他的血溶的，就是身上有一点一点的斑点出来。那一个真的是正义，真的是要让我去带他长大，所以他没有那时候把他带走，还是由这个生命。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也很感谢正义，他这样子让我看到他的生命的韧度、韧性。他
他虽然这样子身体不好，可是他就这样靠自己的本身的力量，这样自己这样一次一次一次慢慢慢慢这样长大，现在比我还健康，比我还有效。有了他以后，我的生活心态就改变了。我之前也有在上班，可是因为他必须要带他做复健什么，所以我就辞掉了工作，就专心每天就是他在念幼稚园之前，我就是每天带着他去做复健，有时候就上午也要去上课，下午也要去上课这样。出门的时候常常被长辈们歧视，像那次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的 buffet， 那因为吃 buffet 的时候都是 他去走，然后我拿着盘子看他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夹给他，可是就有遇到两个妇人，他站在家娟的旁边，然后他们两个的对话让我很伤心，就是其中一个就说：“啊，这个囡啊，安尼可不可以出来当电的？就是他去爱找人家了。”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对啊，长这样子还要出门，真的是丢人现眼。”啊，因为我是觉得说，他们不熟悉我们，我们不认识，不需要跟他解释那么多，我就直接把家娟带开了。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年轻一辈的比较能够接受家眷，是长辈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曾经有人对着他讲说，你一定是前世杀人放火，所以你这辈子才会是这样。可是家眷会当下会很难过，听到这个话他很难过，但是他就跟那个阿嬷一回答说，我又不知道我前世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前世是杀人放火？然后他也跟他讲，你要这样批评我之前，你有没有先想想你自己？所以我回来我都会跟他做个机会教育，跟他讲说，我们没有不一样，只是因为我说只是因为你提早出来了，这个来到这个世界，那因为你提早出来，你自己必须要付出一点点代价，那我们可能我们的人生路程会比较坎坷一点。有一阵子我要教家娟，教她放手走路，就是不要拿着那个助行器走路，可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三个月了，家眷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放手走，因为他怕。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很沮丧，没有成就感。我曾经想过带着他去死，可是我又回想说，我如果带着他去死，另外姐姐怎么办？因为那时候两个姐姐都还，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国小，我想哦，他们虽然大了，可是还是需要妈妈。如果我带着家眷去死，两个姐姐就变成了没妈妈的孩子，这样怎么办？所以，而且我也觉得说，我没有权利剥夺家眷的生命，所以想归想，我还是把这个念头消了，然后还是好好的照顾孩子。像他之前我在帮他
因为他是整个是缩成一团的，所以复健老师说每天都要拉筋。那时候他从八个多月开始，我就是每天帮他拉筋，然后拉筋的时候是他哭我也哭，他是因为痛在哭，我是因为难过不舍在哭。那我们每天都这样拉筋，拉到他去上幼稚园，我们才就是这样两年多来，我每天都帮他拉筋。我流过最多的眼泪就是那一段时间，甚至于像他生病住院的时候，他有一次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差点就没救了，那一次他也是蛮严重的，每天发烧，都每次都烧到四十几度，然后那个护理师就会要来晒屁股。他甚至都因为他都在发烧，所以都处于昏睡当中。可是他在昏睡的时候，护理师要来帮他晒那个退烧剂，晒屁股的时候，只要拉了他裤子，他就马上反射性动作，不让人家拉裤子，因为他觉得他被塞屁股塞到很痛，然后他一整天都属于昏睡期。那一次医生也说，幸好我送得快，要不然家军可能就救不回来。然后，可是我也告诉自己，如果他真的就这样子离开了，或许他也解脱了。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经济也没有很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住在这一个画室的隔壁的楼上三楼，那我都是要背着他上去再背下来。然后因为以信他，因为那时候他很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自闭症这个状况，而且那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懂自闭症。然后他背上去之后，他就会抓着你的头发，然后抓得很紧，然后好几次我就蹲在那个楼梯口的上围，然后我就想说，我如果这样滚下去，我们两个就一定会死在楼下，然后你就很害怕，又要撑着这样慢慢慢慢走，然后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流到那个一楼去这样子。大家好，大家好，挥手，说嗨 ，Hello。有一次我们去百货公司，那突然已经不要进去一个商店，然后他就在大众面前。就扯我的衣服，就整个都扯下来，那爸爸就很生气，一直跟他讲，然后他又扯爸爸，然后我先生就很生气，就大力的打他，然后就跟爸爸说，不可以哦，你平常那么疼他，那你现在这样子打他哦，其实不好，而且是在外面，现在那个大家都会拍啊，拍一拍等一下就误会了，就觉得说我们会修理孩子，其实我们不会啊，只是有时候孩子真的讲不听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他现在做了什么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拍他的身体，让他稳定下来。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要打他或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就像说你去做复健啊，有些复健师也会教你一些手法，让孩子怎么稳定下来。比如包括比较小的孩子，我们要抱紧他，抱紧处理啊，或是要拍他的肩膀，让他稳定下来。对，那有时候一般人不知道，他们会误会说，你怎么在打孩子，或是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会有问题啊。而且我们也曾经看过家长其实是在教孩子，可是旁人把他拍下来，他是怕说他们去打孩子，可是他就觉得很无奈，为什么现在社会会变成这样，说当我在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别人好像生怕我们要去打小孩，然后还要录下来，然后有时候甚至就放 FB 或什么，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难跟受伤，因为那孩子都不教嘛，那身上的孩子都不能教了嘛，反正也不是这样子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啊。你说他自己涂的哦。那都已经做了，然后里面还有大香。
因为会用弹珠做创作，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啊、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想说想表现爱、啊、爱的感觉，因为我们可能一般在做创作的时候，我爱我可能就是画一个妈妈怀孕或是抱个小孩，然后 就有爱的感觉，就是哦这在表现母爱。可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更深入内心的感觉，就是说爱是什么， 你可以感受到爱的速度吗？或是爱的那种强烈的，或是它可能是强烈，它也可能是平稳，它可能是一个让你觉得很 peace 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无法形容。然后后来我就尝试用不同的媒材去做创作，后来我找到了弹珠，然后我把弹珠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摇啊摇啊摇，左摇右摇，上下摇动。后来我发现说哎，这跟我想要爱的感觉是很接近很雷同的。 不相信你们可以自己去摇摇看，你就知道说你很怕那个弹珠跑出去，你很怕你掌控可以掌控的范围的东西都是随机，可能就有很多的变化，它是不确定性的。其实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不确定性的，你不知道可能前一秒他是很好的孩子，后一秒可能因为一个感冒或者一个车祸，他可能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那我的孩子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意外造成他永久的伤害。可是我就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诠释我对他的爱，那后来我就用弹珠这个系列来做创作。那这样一做我也做了十几年了，那可能你们可以在作品当中看到说我对他的一些很多的想法，可能在言语当中我很难去表达说我多爱他，可是我想在画面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雄美术馆第一次展览的时候，有一个家长他不是读美术相关的科系，他就赖给我说小琪老师，我从一开始进去看到第一幅画我眼眶就红了，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时候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说哦，我的画是有感染力的，不懂画的一个妈妈她竟然看得懂我想要表达的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力量。其实在那个画展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做到了，我透过这样的媒材，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感觉在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告诉你们我有多爱他。其实我很爱他的，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了，我有多爱他。所以后来我知道，既然我爱他，我必须把更多的爱分出去。我知道有更多的孩子需要，所以我们做更多的努力。这个是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发现，我知道，人生不会只有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小孩活着。还在笑，哎，高兴的说，哎呀，真的是，他去给人。去算命，问过神明，他生下来克父母，尤其是他对他爸爸，
没有错，所以他生下来我就开始很惨，真的是开始就开始走下坡，开始跌啊，而且生下克父母，父母就离异。这个跟人家说的是一完全一样，但是啊，我不当一回事。我不是不相信，我是认为说这个如果是这样，该还得还啊，该是我的功课，我接受啊。把很多如果遇到，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看生下来父母很多父母啊，很多会怕的、啊。我看一下子就把他丢出去啦，还养他18年。那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用过什么好像紧急筒啊，什么可以让女儿恢复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我们那个睡前啊，没有鸡童，那个是没有。不过有哦，我们有求神问卜，他妈妈有求神问卜，也是跟过一段期间。我们什么都试了，他出我们花很多钱，就是因为他什么该试的，你民间民俗疗法啊，那个医院的针灸，什么电疗，什么。那个你说鸡童还有求神问卜什么的，我们全部都试过，而且都是一段期间。光电疗一天有时候跑，一天有功课都排得满满的，一天要跑回好几趟，一次几百块，一次几百块，一天就是快花快花。过几天，过两天又去，全部又花钱，就是这样花。经济啊，事业啊，这个孩子，还有婚姻，什么都卡在一起。那3年，哇，真的是过难熬的，天天在算日子。那时候连吃饭，一方面吃饭要钱从哪边来，牛奶钱从哪边来，那今天又要怎么过，天天都是难过。哇，人生跌到谷底啊！那时候一出门，还真的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很多有时候啊，还真的是看一看啊，看看山，看看海啊，还真的是想把它跳下去。这个念头啊，而且那时候因为有这个念头啊，那时候我床底下都会有一本那个交代后事的一本杂志，因为这个如果我想不开，我是的时候，哦，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都预备好，时时都预要被预备好，因为也不知道今天出去会不会平安回来。那爸爸目前还有这样子的念头吗？目前是没有，目前没有。目前啊，目前我有孩子，我现在啊，反而是想让自己啊多撑几年。虽然啊，人家说肺癌啊，敢活不过10年啊，但是啊。真的很想成功。
撑下去，因为我还一直爱你。我孩子今年才5岁，我时常跟自己说，我13岁没有父亲，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比我还年轻，没有父亲。所以我要撑，我会撑下去。我要多撑几年。虽然呢，可能没办法正常这样啊，工作赚钱，正常这样生活，但是啊，我还是想多撑几年。林妈妈，可以请问一下哈，您当时。因为爸爸说他当时要去越南，去找寻他的第二个婚姻、第二爱人的时候，有跟中介讲，因为他也知道他家里有一个这么重度障碍的孩子，需要有人照顾这样子。那他也不想吓到你，所以有特别交代中介说一定要跟你讲，因为他当时也不会听粤语，也不会讲粤语。那我问他说，那后来中介有没有真的都跟你讲清楚？爸爸说。好像是轻描淡写的说，我说那你来到台湾看到婉玲这样子，你有没有被吓到？他说他没有，不敢问你，啊，你有没有被吓到？当然会呀、啊，因为那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是，事实上他们真的有告诉我，可是没有那么严重。对，一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到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就这样子还可以活着，在我的心里那时候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才21岁而已，对我来说，我也跟别的一样啊，别的女孩子一样，是高兴的嫁给别人嘛。在这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怎么看？对，那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是。说实在，我就知道他有很大的压力，而且语言也不是很通，所以我也是默默的就这样子，我该做的我会帮忙做，该学的我会学这样子。你有没有后悔过说嫁来台湾要面对这样子的孩子？会。对，说实在的，真的是很后悔。说实在，说良心话是真的是很后悔接过来台湾那时候。对，因为所以。可是就是常常每天晚上都是常常哭泣，因为那时候我一来我就一直接着住在医院里面了、哦、对我就对对当时在医院对当时都在医院、嗯、所以我大概一个多月是在医院的，我就没有回家，所以我都因为晚上都是就我自己在嘛，好像每一天都是哭着。刚过来那几年真的过得很痛苦很辛苦，可是现在不会了，因为我觉得随着时间过了，他也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该我们该做的我们就做，这尽力的他我们能陪他多久就陪他多久这样子。嘿，既然家庭经济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老天爷是给我功课，嘿，就把功课做完就可以好一点，过好一点的生活，或是这一点，最主要是我老公是对我很好。说实在的，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真的，因为孩子又是这样。其实我老公以前上班也是没有什么薪水，够吃饭而已。你说要买什么要干嘛是不行的，嘿。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我突然就怀孕了，他也想跟我说你就。
我们考虑要不要生这个孩子下来。可是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我照顾妹妹很久了，既然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把他生下来，老天爷不可能对我们那么不好。对，那时候是很单纯的这样想，因为我说我能做的我会尽力去做。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坚持生下来的。可是真的老天爷真的给我超大的功课，就生完孩子两年后，就突然老公又是肺癌这个部分，我当时就完蛋了。就如果老公发生什么事情，孩子怎么办？现在这个孩子躺在这里，我孩子才两岁，我该怎么办？对，那时候就是人生真的，以前就很难过，可是至少你一个人。可是现在就是有你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日子要怎么撑过来，要怎么过。其实天佐佐好乖，乖。快起来，来来，好，妈妈帮，妈妈帮，不怕，妈来来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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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嗯，对，走慢一点，拉手会。就是结婚八年，受怀孕的时候就非常高兴，我都有我的未来都已经策划好了，说我就可以陪他去上幼稚园啊什么。对，可是我还是没有 后悔了。我觉得虽然他不是健康的孩子，可是我还是尽力去把我的工作做好。虽然他的复健是个很漫长的一条路，可是我不灰心，我是只要我可以做，只要我可以撑下去的一天，我都会尽量去做。我很少出远门，就是这样子。因为出远门是大费周章，在方面，我是觉得现在交通方面对这些身障者的一些无障碍空间，实在有要检讨的地方。以前不会考虑地点，不会考虑他的
交通工具什么的，现在都要考虑到有了艺人以后呢，各方面都考虑的很多，还有安全方面，尤其我们艺人更要反映的就是交通工具，对，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呐、啊，就是整个台湾他的，比如说他的人行道的规划啊什么的，还有捷运的进出，对这些身障方面的话，他都会要改良很多了，要改进很多，我觉得，对，因为在像捷运站那个车厢与地面的差距，这个太大，就如果说他如果让他自己出去，他就会怕，因为他掉到捷运的洞里面，他掉了两次。车厢跟地面的差距，大概它那个大概有20公分哦，18到20公分的距离。那我们轮椅，台湾设计的轮椅大部分都是前面的是小轮，后面是大轮，然后它的轮轴转，如果是你往后转的话，前面倒转的话，我是觉得倒转实在不理想，它是一倒转前面的轮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对啊，所以是应该是可以很好的改良啊，只是说专门残障车厢做两个伸缩的平面的就可以了。对、啊，就是要人为去处理啊。希望你独立、自立、自强，踏出这个人群中的一块天地。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最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拖累他。不会，我永远不认为你是一个罪人，我认为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你要发挥所长，知道吗？你可以理解妈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心情吗？可以。爸爸妈妈，我常常都会这样子跟他鼓励了，对啊，要勇敢，就是没有自信心了，自信心缺乏，对。传鞋子带你去坐轮椅出去逛一逛。好，当初我先生就会说，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去生啊，害得他那个缺氧。现在就比较不会，因为我先生现在都会帮忙我抱他上楼，还有他有空就会帮我喂他吃饭，以前是完全不会。嘉伟。一团乱，只是想说，怎么会是我？没有，我觉得我自己要勇敢，要坚强，走出来。自己要走出来比较能够面对大众，因为去外面人家就是比较老的一辈，他会说，觉得说，是你上辈子做的不好。
哎，你才会生到这样的小孩。像他小时候去吃早餐，我们都会带他出去吃早餐嘛，然后就有那个阿妈，那个他就会说，哎，他这样子为什么他生出来你不干脆嘛掐死就好了。这个小孩他本身就是很开朗，就是笑容满面，不会觉得说我要把他掐死，因为他就是他自己过的，就是他很笑容满面，然后就说人家是说那是微笑天使，嘿，我不会想说要把他掐死。国中哈，这家又送到那个特殊学校，到底是好的选择还是坏的选择？不晓得，因为所谓的特殊学校，它其中把那个各种不同的那个障碍别的小孩子，集中在一起管理，其实对那脑性麻痹的小朋友是非常的不利，因为他们有些过动啊，会欺负他那些不会动的小孩子，在家又国小的时候，因为我都要抱他爬楼梯要到教室嘛，然后可能用力的关系，还有可能心理上紧张啊，所以就造成子宫内膜增生，那个后来就一直大出血就不停，然后后来没办法，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再抱他那个上课，我就没有去学校了。他本来是在机车行上班嘛，然后他还有去送营养午餐的菜，然后就是送营养午餐的菜的时候被那个鸡蛋的那个篮子打到，然后整个碎掉。因为那时候那个收入并不够了啊，多少为了要添补家用，可能我早上差不多5点起床啊，就去送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啊。当时因为五点多起床的话，有时候精神会不济，所以我在拌那个蛋的时候不小心滑倒，我的左脚膝盖去卡到那个蛋壳的旁边那个框蛋子、蛋的蛋子，结果就变造成那个粉碎性骨折，当时才将近到半年，没有一年呐、一年再开第二次刀，过一年、那时候是开机车店，我是坐着轮椅在工作，因为有升降台嘛，我都推着轮椅啊，就照样工作，可能是上天要我完成那个，也没想到你敲到那个脚的时候，你脑筋一片空白，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滑倒为什么脚会就粉碎性骨折？就会不会有那种想法，就是说，如果说家里过不下的话，可能就一家人这样子。应该也有那个念头啦，可是那个念头的时候有时会乍现说对另外两个比较不公平了，你要一起拉着他们啊，要不然因为我们大人做的事不要去拉那个其他两个小孩下去那个、目前照顾家最困难的事情啊，可能是因为我左脚不方便，所以在抱他上下车或是就寝或去替他洗澡的时候有点吃力，虽然他体重不重啊，可是毕竟在抱的过程哦，我感觉就费力。我那时候告诉嘉佑，我说爸爸如果真的抱不动你，你可能没办法去跟着我一起去上班，一起出去外面玩，你可能就要待在家里，我就没办法去做那些我可以
抱你去玩的那个事情了，哎，可是这么讲的话，好像对他也不太公平了，因为他也喜欢到处去玩，哎，所以我真的很烦恼，就是说我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抱他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取得什么资讯或别人的帮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两个不在的话，孩子怎么办？有，这个问题都有想。对啊，这个我相信是对每一个父母都会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真实、很实在的问题。因为电视也有播过哦，就是没办法照顾，对，就走了，哎，然后甚至就是有的是自杀的或什么。其实，对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想怎么办。我们他已经22岁了，我们都50几了，然后体力上都已经，我们都会退化嘛，哎，那怎么办？我们都有曾经想过怎么办。我有想过，所以我说要把他训练到他能够不靠别人，也能够自理。所以我现在就是渐渐不跟在他身边，因为我如果跟在他身边，他会依赖我，我也想要帮助他。我有告诉他，我从小就从他念国小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一定要学会靠自己，什么事情都靠自己，然后也要能够出去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就算以后我不在了，你也要这样子做。然后我说就算你跟着姐姐生活，那姐姐愿意照顾你，可是如果姐姐总有一天她会结婚，她结了婚，她的另一半不见得愿意照顾你，那如果你能够独立，什么事情都自己来，而且你有工作会赚钱，这样也许姐姐的另一半还可能接受你。所以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教育他。对，那因为在前两年，因为我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那它是一个开心脏的手术，那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照顾的过程会不会就是哎就此中断了？可是我觉得上帝也是还是一种另外的祝福啊，他让我这样子的可以看到很多生命的一个转折啊。那所以现在在看理性啊，或是看很多事情，在想法上、观念上，其实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啊。那我觉得理性就是陪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未来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对，包括说以后如果有可能，我们可能就是会让他在机构，好，让他可以在那边得到更好的照顾。因为当我可能70、80岁，我照顾不了他的时候，还有年轻的老师，有活力的老师可以推着他去逛百货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而且乐于见到的一个过程。您现在今年几岁了？我今年54岁了。54了。嗯。那您有没有想过说未来你离开的时候把你怎么办？有啊，我在想啊，那时候就一直在，那时候就一直在问哪边，哪边收容机构。收容机构，事实上很多收容机构我们都有在联系，想说有一些收容机构哪边可以收婉玲这样的孩子。但是啊，因为有的啊，事实上有的费用很高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现在是我希望哦，经常我老公他想医院，那要送去咱哦，咱麻痹会当完成哦，最后希望这事嘛会当来跟照顾，这就好了，嗯。因为我们年纪也越大了，他也越大，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负荷他的，没有那个体力去负荷他的体重了。因为
可能就会入，就是一边观察那个住宿的那个庇护中心那些机构，会慢慢去寻找。因为我跟我先生也年纪长了，我们即使想要做，可能也有一个期限了哈，我们没有办法说，啊，当然不可能说我们希望谁都希望，比孩子活得久，能照顾孩子，可是我们做不到。一直以来大家都有在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很认真在讨论，因为一方面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抛出这个议题之后，就没有人会认真去想说，那以后到底我们怎么分工之类的。我现在想法是尊重他自己的想法，但根据我常年跟他相处，他是很抗拒让别人照顾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一样爱他，好照顾他。你对孩子这么的期盼，虽然他不够完美，是很坚强、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问题，一直很努力的去想把他的生命发挥得更美好。虽然他不够完美，可是我们一样的爱他。